Art Omni 是一座大型户外雕塑美术馆，也是哈德逊山谷中最著名的雕塑公园之一，坐落在300英亩大的农场山丘上，视野宽广，目前展示了60多位当代艺术家和建筑师的户外大型作品。 Art Omni 是一个非盈利的文化艺术组织，致力于营造出一个创新探索、专业交流的文化艺术环境，容纳来自不同文化、拥有不同风格的创作者们。自成立以来，一直遵循艺术表达超越经济、政治和文化边界的原则。Art Omni 相信，通过多元化的国际交流，可以提高人们的意识，培养宽容和尊重，并激发创新艺术的变革。迄今为止，已经接待了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0多位艺术家，另外还为艺术家、作家、音乐家、建筑师和舞蹈家提供驻地计划。通过艺术驻地计划、雕塑公园、建筑计划、教育计划等，在一个充满活力的社区中，使各个年龄段的人了解当代艺术的思想，通过创造性的探索、动手学习和经验交流、协作以及批判性思维，向人们传递对艺术的理解、欣赏和培养发掘自身对艺术的好奇心。Art Omni 逐渐成为了世界各地艺术家们的向往之地。Art Omni 户外雕塑美术馆位于纽约上州哈德逊小镇附近，自驾前往，沿着哈德逊河谷连绵起伏的山路，奔驰在美丽的田野之中，约2.5小时左右即可从纽约市到达 Art Omni。 搭乘火车从 Penn Station 到哈德逊小镇约2小时左右的车程，到达哈德逊小镇后只需15分钟即可到达 Art Omni。下一期我们将探寻既古老又时尚的哈德逊小镇，欢迎订阅与分享。